原标题，林则徐一生命运多舛，他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谁？最终结局如何？林则徐有三个女儿，分别是长女林晨檀、三女林普晴、幼女由于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名字，一般称她为郑林氏。林则徐画像说起来，在封建王朝，男人做官在外，娶妻纳妾好比吃饭喝茶一样，是件极正常的事情。不过林则徐却是个例外，他一生只有一位夫人，那就是泌阳知县郑大魔的女儿郑淑卿。当时林则徐迎娶郑淑卿的时候还只是举人，难得的是出身于官宦人家的郑淑卿并不因为林则徐家贫便嫌弃他，反而在嫁到林则徐家后一改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做派，很快就学会了操持家务，把一大家人的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，对公婆也极为孝顺，因此林家非常喜爱郑淑卿。除此后郑淑卿对林则徐多有勉励，这也是一心想报效国家的林则徐极为发奋，在26岁时高中进士，终于达成夙愿。在林则徐的官职越做越大后，郑淑卿也时常提醒他务必清廉爱民。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时，曾经思念家乡，在总督署里仿家乡花园的样子建了一处花园，建好的时候正赶上中秋，林则徐雅兴很高，便和家人在园子里赏月。就在大家其乐融融的时候，林则徐突然说了句，这园子好归好，要是再有十盏宫灯，另外在庭院墙边上再有些兰花，那就尽善尽美了。林则徐与郑淑卿展开全文，没过两日，园子里果然安装了十盏宫灯，院墙边上亦养上了不少兰花，一时园中不时散发出悠悠的兰花香，还真是一处不错的所在。可是郑淑卿却非常担心，认为正是林则徐说话不够谨慎，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，所以他对林则徐劝说道，身居高位的人说话一定要万分谨慎，否则容易给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机会，一不小心就会钻到他们的圈套中去，到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。林则徐认为郑淑卿说的对，所以他立刻命人搬走了那些兰花和宫灯。出于敬重，林则徐一生没有纳妾，和郑淑卿颇为恩爱。有了孩子后，一家人虽然过得清苦，但是其乐融融。转眼林则徐三个女儿都出落成了知书达理的大姑娘，尽管林则徐很疼爱他们，但他也知道女大不中留的道理，所以他对女儿们的终身大事颇为重视。林则徐为长女林晨檀挑的女婿是刘启贤。刘启贤自幼父母双亡，靠在京做官的伯父刘家镇生活。不过刘启贤却并非贫困家庭，他家祖上世代经商，家境相当殷实。他的伯父刘家镇在朝中为官，俸禄也非常丰厚，在当地有刘百万的称号。林则徐倒不是看中刘启贤的家资，而是很欣赏他的才干，认为他将来大有所为。所以在他还只是一介书生时，林则徐就把长女林晨檀嫁给了他。沈葆桢就照还别说，林则徐的眼光相当不错。刘启贤结婚第四年便考中了进士，进入仕途。刘启贤做官后公节俭，财漏之，撤私税，赖商贾，因此得到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器重和褒举。再加上他很有才干，因此在官场上步步高升，一直做到河南巡抚等重职。除了会做官，刘启贤还遗传了家族中的经商基因。他在做官时不断把俸禄寄回家中，用来置办土地和借高利贷，从中赚取利润。他的后人凭着这份资产做起了电器电灯的生意。
被当地称为电光刘，此后又开办了制铁厂、电话公司等业务，成为福建一带早期的实业家族。当然这是后话。林则徐为三女林普晴挑的女婿叫沈葆桢。沈葆桢的出身和林则徐差不多，都是私塾老师的孩子。不过沈葆桢的母亲林慧芳是林则徐的六妹，所以她就是林则徐的外甥。可以说林则徐是看着沈葆桢长大的。对沈葆桢的聪慧和能力他心里非常清楚。因此在沈葆桢考中举人后，林则徐便把林普晴嫁给了他。有意思的是，沈葆桢考上进士时年纪也和当年的林则徐相仿。此后沈葆桢在镇压太平军时能力得到展现，得到曾国藩重用，随后又为左宗棠器重。位居高位的沈葆桢在海防事业和船政事业上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，同时他还极重视人才的培养，提出留洋育才可以救国等见解和思想，是晚清时期极为了不起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民族英雄。到幼女出嫁时，正逢林则徐被革职流放，看破官场的林则徐正处于萎靡时期。出于对女儿的疼爱，林则徐希望她能过现实安稳的生活，所以就为幼女挑选了秀才郑宝中。因此幼女一直被称为郑林氏。参考史料《林则徐传》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